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4年12月31日，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日或之前开始，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，就可以申请。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，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。详情请致电22313392。